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的王菲，最后一句歌词哦，记得吗？我要霸占你的美，听听，我要霸占你的美，这么一首霸气侧漏的作品，如果由一个男人来唱的话，当然可以非常非常狂野，可是接下来这个女生将怎样演绎呢？也太美，也太美。我是一个做原创电子的，在这一场一开始准备就想呈现一个比较纯粹的一个我自己的电子的风格给大家。直接就开始了，不行，昨天下午我们是第一次彩排，然后觉得不太理想，他又多了两个八拍的那个董子 buts 那个我干什么呢？他喜欢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前卫，对于观众，所以我就跟他说，既然我们有乐队在里面，我们可以加一点这个元素，比较容易给人家接受。所以昨天回去又通宵又改编曲，编曲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是我的风格，那我的价值其实就在于我的音乐风格。掌声有请他登场。那个有点上海滩拔河的感Woo!
范儿还挺好。嗯，好听。官方，给我来点不官方的可以吗？视觉比较强。小范唱这个萧敬腾的，都可以把原唱的作品唱成自己的作品，翻的还是挺有力量，而且那个力量感、现场感，好像要比原唱还要更猛一些。如果你这首歌曲原来要表现的是国王的爱妃的这种感受的话，那我现在告诉你，我才是国王权力宝藏上的那一颗唯一的红宝石。好有力量啊。之前啊有一期节目他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后台听的时候不禁说了一句话，被这样的女生爱上这就跑不了了。今天啊他唱完王菲，我觉得啊被他爱上啊，我说这辈子下辈子也跑不了。好有力量，好棒，邵文杰，谢谢。姐比彩排好。谢谢谢谢。比彩排好是吗？你觉得比彩排好。